在这吗？在旁边。最美僵尸林明真摆出超萌僵尸 pose， 热情粉丝立刻围上前疯狂拍照。林明真加油！欢迎！林明真特地穿着电影中的扮相出席，粉丝兴奋可以见到女神。他还没出道之前就在 Instagram 上面看过他，然后后来居然看到他来台湾出道，非常的开心。这样身材姣好，林明真被封为真人版娜美，但日前他在网络上找房子想租，却差点遇上诈骗。他是在国外没办法回来，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信任的一个中介。那他就跟我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中介的那个名字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因为没有办法回来，所以他要我先汇一笔钱过去才可以看房子。当时林明真在租屋网上看到的就是这间两房一厅，有卫浴跟阳台，装潢看起来雅致干净，交通方便，而且月租只要23000。和业者联系后却发现相当可疑，他会放一个联络不上的号码，联络不上的电话号码。那打了几次联络不上的话，他下面有一个 email address， 就是他的那个有那个 email address， 对，然后你就是只能够靠那个 email 跟他联系。因为人生地不熟，差点被骗，林明真现在租房更加小心翼翼。他也提醒租屋者别光看照片就急着汇钱订房，以免上当。记者温凯晨、罗湘台报道。